好，我是 C2C 義工團的 Miu 啊，在我身邊就是魔術師 Tony 啊。Tony 你好啊，咁咧我就想訪問下你咧，對於今日可以參加啟迪會十週年的生日派對有咩感受呢？其實我覺得好榮幸㗎，可以參加到啟迪會十週年的生日派對，咁啊可以同一班小朋友去表演魔術啦，咁我自己都開心嘅。咁咧，其實我都想叫你呼籲一下，因為其實我哋 C2 咧係一個義工團體嚟㗎，咁咧就想你呼籲一下，啲青少年啦可以參加多啲義工嘅服務啦。其實參加義工服務是一個很有意義的活動的，如果時下的年輕人呢，我都鼓勵他們可以參加多一些義工服務，特別是幫這個啟迪會去做義工啦。當然多謝你啊 Tony。